奇明星温兆伦今夜做客，秀搞笑一面。对，我怕爬上楼梯呢，我看到郭老师那个头顶。最重要的动作就是钱，你得真花钱，你拿着手机这么比划不管用。这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哎呀呀呀呀，真背了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坏人丁有康恶习不改，今夜卷土重来。我却没想过，我只离开家半年，你就整形整到这样。4900万交给哥你管，100万交给他管，拿我管他跟你。你打算怎么杀掉我们两个人？我们是来卖香的。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摘了眼镜，我看不见你。我本善良，演坏人全是义不容辞。吃什么呀？今天就杀了就，那我爸解围了，他被逼的。想不想红？嗯。想红就听我话，来把我杀掉。金志说：“我叫你怎么走就怎么走。”叫你拿刀就拿刀，叫你喝茶的喝茶。我要你的外表完全不像一个坏人，但是你骨子里面这都坏透了。爷爷，爷爷，你们晚上好，我是佳佳，可以准时准点吃饭，日夜有余。让我们一起来乐吧！有请我们最喜爱的主持人郭德纲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掌声和惨叫，谢谢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今夜有戏，我是郭德纲，欢迎你们。岳云鹏去拍戏没有回来，只剩下我跟小佳佳，但是我们也是全力以赴的做好我们节目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。谢谢啊，每期的嘉宾都不一样，做了将近300期，认识好几百个新老朋友，特别的开心。今天这位嘉宾我打心里边痛快，一个就是我喜欢看他的戏，一个是我喜欢听他的歌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这个人，这个人有很多跟我相似的地方，我们的共同点就是在于在体育方面我们都比较白痴。我就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知道哈。这位仁兄小的时候踢足球啊，分队的时候没有人要他，哪一个踢哪一个位置没人要，最后老师安排踢前锋，从前锋踢了中场，中场踢的后卫，后卫后来到守门，守门到捡球，到最后看衣服，到最后体育场门口收票啊，后来打篮球啪进去了，太准了，站在框底下等着更准，鼻血出来了啊，后来怎么办，打排球那就打得好远，啪腾日球出去了，反正车砸坏了赔钱，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唱歌吧，哎呀，红遍天下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实在是没准的事儿啊，演艺界名利场是非圈，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仁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算是出类拔萃，掌声有请温兆伦。谢谢郭老师，谢谢郭老师，欢迎欢迎欢迎文兄，欢迎文兄，很开心啊！之前我们差一点能一起聊一聊，我们在一个外景地拍戏，对啊，但是当时特别的紧，特别的忙，本来想坐一坐的，没想到没有几天我们在这儿碰见了。没有，我怕爬上楼梯呢，我看到郭老师那个头顶，是吗？对，因为那围观郭老师的人太多了，要账了都是，好不容易才急到看到，哎，那个郭老师的头顶，没有，这个温兄今天来了，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啊，我们两个谁像好人？都不像，那算完了，这些年白干了。那个温兄演了不少好人了啊，好像他们不太认可啊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怎样？那在戏里面我杀过人，坐过牢，对，判过死刑，不错，现在还活着。还有王法没有？无法无天啊！演过坏人，演过好人，好像他的坏人更红一些。啊，我到现在也特别想演个
坏人，但是他们说我那个好人已经很像坏人了啊，我就不做这方面的努力了。嗯，在国内拍戏拍了好多年了，是现在语言交流是障碍吗？听不懂，又在说不到，那更坏了就。对对对，这个我忘了好多年，十几年前，将近二十年前，我去拍戏，当时是有曾志伟他们，哎，有吴孟达，对，他们都讲粤语，对啊，虽然说在国内拍戏，他们也讲粤语，对，我是一句都听不懂，真的啊，我只能猜，还跟人对话，就是盯着那个嘴，估计是要说完了。那会儿做小演员，比碎碎强点有限，说错了会被人骂的呀，马上就不用你。哎，我也被骂过，你也被骂过，我被骂过，但是我那时候有一点小聪明，嗯，我就不说，我就用手语，就是说。哦，导演就不骂人了。没，拍完之后最重要的动作就是，钱。这个别耽误了是吧？啊，这个动作一做，这好，满足了吧？现在我们听得出来了啊，语言不是障碍。据传说还会很多地方的方言。还好吧？还真的。How are you？ 这叫方言呐、啊？说的是呢。这是什么节目？这是一个、嗯、干啥呢？干啥啊？东北话没干啥，你干啥呢？去年我拍的戏嘎嘎冷来着。哦，这句没听明白。真的太冻了，因为去年拍了一个戏，就零下30多度、嗯、就我是在中国拍那么多年的戏、嗯、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冷。太冷了。所以在今天这个现场里面，我知道什么叫温暖。哎呀，会讲话啊，真了不起。我印象中有一次台北的一个摄影师来内地拍戏，给他送到东北长白山去了。啊，台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热得都不行了。对对对对。下了飞机之后站在机场眼泪哗哗的，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那最后还是要做这个动作。对对对对，有这个、有这个安慰着就好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、啊、有人跟我讲说你唱的简直不能再好了。哎呀、啊、所以今天他们都喜欢哈，你们想听温 Sir 唱一什么呀？来报仇！哎呀，这个、哎、来报仇的来了，来报仇的来了，唱出他的心声，就是。这你忘了那个，你把我的女人带走后面那句就是吧？后面那句什么呀？你也不会快乐很久啊。哦，今天是冤家路窄，仇人相见了啊！过往的事就过去了，唱两句吧，好吗？你把我的女人带走、嗯、你也不会快乐很久，总有一天你会像我一样，怎么样，感觉无辜主人同情的感受。好、哦、谢谢。今天他回来了，但是你那个女人没有带回来啊，被他卖了，因为他这个来吧，咱们坐着聊好吗？好，先来，欢迎张伦兄，快来快来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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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茶喝茶喝茶。哎，这位是，哎呦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真的，怎么会把这个位置摆在那里啊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上过这个当啊。你要不要过来坐？哦，不必不必不必，他过来没有钱的。哦 ，OK， 他坐在那里有钱挣。好的啊，谢谢。来喝水喝水喝水。谢老师谢老师，来来尝尝我们的茶怎么样？谢谢，来，谢各位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温兆伦，香港出生，自幼喜爱音乐的他，却误打误撞坐上了电台 DJ。时隔两年，终于圆了自己的唱歌梦，成为全职歌手。后唱而优则演，凭借1989年饰演《义不容情》中丁有康一角，坏到人们的心里，让大家记住了那个艰险的温兆伦，并奠定了他香港无线小生的地位。有没有玩微博呀？有，是吗？最近一个月。进步神速。哦，真的呀、啊、真的。有多少粉丝？大概90多万吧。哇，不少啊。那挺棒的呢。没有，但是比起郭老师那个就差远。没有，我花钱买了。的问题就是我花了钱了才90多万呢。那你得真花钱，你拿着手机这么比划不管用。就是。有微博的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夜有戏新浪官方微博，有什么问题打算问赵伦兄，尽管圈一下。好，待会儿我们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据传说今天不是自己来的。这个，
这个菜菜啊，菜菜菜菜、啊，能带走吗？可以啊，真的啊，可以，谢谢，嗯，那个是留下的，他那是我们镇店用的。哦，那行，嗯，好想你啊。哎呀，你看着我说。看着我说就好了。嗯，对，这个节目，这个节目成功的。嗯，少来，主要你们是冲着他来的。啊，对，他是我们的幌子。把那1%留给人家吧。好吧。据传说，哎，拜托，我在讲话啊。啊，对。把脸扭过去。嗯，这个据传说，晚上抱着睡枕睡觉。嗯。这个习惯我从小就有，从小我是自己幻想，就是，曾经有一部卡通片呢，就是有一只海马主演的，嗯，我就想着，哎，海马真的能骑上去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但是没想过海马这么点那你怎么骑啊？那没办法，那我就把棉被卷成一个海马状的。这个习惯就从几岁就开始。一直到现在也没改变，没有，有哦，这不骑海马，不骑海马了，嗯，改抱睡枕了，啊，就是很长的枕头，哦，特别长的那种啊，对，我们准备的还小了一些了，啊，嗯，这个很长，这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罚你把名字写1000遍，好的，还带了一些小宠物是吗？啊，没有，因为家里的宝贝有几百个。再带一个呢，其他的吃素。哦，不高兴了。那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家里捡到石头布。我的个天！我说我来不及等你了。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，赵伦兄最喜欢的宠物就是乌龟。对，养龟。哦，养了几百只啊？500多只。我的个天！你现在还回得去家吗？能。开门，哎呦我的。曾经有一预言，就是说，哎，小温，你。好像你的晚年还行，嗯啊，但是必须靠你的努力。那有没有东西传给下一代呢？就是要看你了。那我听完这句我就郁闷了，我说那如果钱赚不到，我传个什么？穿个拖鞋过去的嘛？嗯，那不行。那所以呢，我后来呢碰到一个朋友，嗯，他说行，养几只龟，嗯，最年轻的能活着的岁数是150岁。这是最年轻的，对，最年轻，我肯定看不到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为我后代所想，嗯，我说如果没有这个留给他们的话呢，嗯，就把这个留给他们，对，拿去呗，对，拿去卖完就有这个，啊，对，啊，如果都对他不好，我晚上还找他，我的个天哪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龙凤麒龟，这四样属于是四圣四灵，等于是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意思啊，没错。有没有专门的人现在帮您在打理这些小龟啊？有打理的好，有打理的不好，有些我想打它。打理它？我的个天哪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龟呢，就是虽然是可以说是长寿，但是你可以在1分钟之内就要到的命，嗯，因为龟呢，就是不像人一样是恒温的，它是冷血的动物。对，那就等于现场我有28度，那它的体内就是大概在28度。嗯，那但是这水温是28度，但是它上水之后是不是28度呢？嗯，那上水如果你没有灯照着它呢，可能是上水变成18。那相差呢大概5-6度，它就会很容易感冒，就是一感冒就会传染，一传染就大家就死掉了，拜拜。这龟还真懂礼貌啊，哎，死之前还说一声啊，哎，对，很伤心，很难过啊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所以说给他来做阿姨不容易，最起码得在林业大学学过。对，我坏在什么地方呢？嗯，我记性还行，就是哪一种龟有多少只，啊，我记得。我说，哎，今天那8只什么还好吧？哪有8只啊？好像只有1只啊，17个，1只啊？你有没有数错？你能不能拍个照片给我看一下？嗯，好吧，你拍。你拍你儿子的照片给我干嘛？我只有一个儿子。我说不是，我要你的儿子照片啊，我要我的儿子照片啊。来不及拍了，已经炖掉了。啊，哎呀呀呀呀，真配合，真配合。好吧，
我们希望这些龟健康长寿。对，没错。希望这些个可爱的小龟们为我们养老送终啊。养老够像送终还是可以的。赵伦兄今天做客今夜有戏，相信今天这期特别的好玩。提到他就有两个戏不得不说，其中有一个叫义不容情。哎呦，哇，谁呀？哎呦，那两个女人是谁？那后面那个好精神啊。太坏了吧。啊，还好，还行。我认为是最好的了，这真的、啊、最好的。那有史以来好像是传说啊，我不敢去证实。这个戏一播放以后呢，怎么样？听说全球华人没人不知道，是吧？是。有骂过我吗？骂过。有多少？骂过我的，给我一些掌声，听一下。不要太多，我救不了你了。好，不要太多，因为我爸说呢，怕我骄傲。哎呀，对，因为这个戏拍这戏，郭老师，我跟你讲，受了很大的委屈。是吗？我每天回家，就是好不容易，那回家之后呢，看到我爸我妈呢，端着晚饭，看着电视机，然后看着他，不吭声，爸妈，还有我奶奶，吃饭吗？我说吃。看什么呀？哎呦，义不容情啊，多少集啊？拿了半天，那我奶奶说话了，别说了，吃饭吧。我妈就开始说了，吃什么呀？今天又杀了人。今天又杀人了。我妈就说，太狠了吧？用得着这样吗？那我爸解围了，他帮我解围。老爷子有话说，我爸说，他被逼的。我奶奶才是高人。老太太说什么了？你坦白跟我讲，总共杀了多少人？这家人太实诚了，拿电视剧当真的了。真是，我这当时我长着一个理念，就是听话。就是导演叫你叫杀谁就杀谁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。这我们不得不承认啊，这个丁有康啊，这个人物叫是讨厌。这个戏十年之后在香港做的调查问卷里边，这个角色还被定为是十大反派之首。我们有这个视频没有啊？有。我们看一看啊，真的要帮忙吗？啊，不要，他可以的。对不起，阿哥。这个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，他还是很过瘾啊，很过瘾。真抱歉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真的没什么演技可言，真没什么演技可言，因为只能承认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运气，因为当时你看了那么多腕儿啊，花如花、刘嘉玲啊，上天鹅呀、啊，周海媚、尚美琪这种，数到温兆伦谁呀、啊？不认识。丁有康哦，这是杀人那个是吧？都知道了，都知道。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啊，赵伦兴长得挺正派的，为什么当初让你演一个反派人物？没有，就是当时就是我们的监制韦家辉先生，那他现在是在电影圈非常非常的活跃。是，那他呢就是把我叫到办公室去，那第一句话就问我想不想红？那当时小朋友吧，大家。想红就听我话，来把我杀掉。其实很简单，你还得说他是你逼我的。哎，所以我爸说的，他是被逼的。那是我是挺感动的。哦，就是听话吧，就是监制说我叫你怎么走就怎么走，叫你拿刀就拿刀，叫你喝茶的喝茶，哎，别喝完啊！啊，还没叫你喝完，那就比较听话，很听话。一直到现在拍戏，我就是在现场是最听话的，让怎样就怎样。对，啊，导演最大嘛，那倒是。
绝对要服从导演的作品嘛，是吧？对对 对。可是我们有一节还是不明白，就当时怎么研究这些个角色的？这个人坏的已经不是以前了。他需要一个，就是以前的这个反面的角色呢，通常就是一出场就是啊，很脸谱化啊、那种嘛。但是他就是想法就是刚好相反，就是我要你的外表完全不像一个坏人，但是你骨子里面的都坏透了。哦，现场给我们来一个吧。啊，你们想看杀人的还是不杀人的？杀人！佳佳过来。到底是他杀我还是我杀他？我杀他。来过来过来，我那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。等。哎，能坐近一点吗？也就这样了啊。哦，关系到播出的问题啊。那不能过这个橘子啊。哎，不能过这橘子啊。这行。我们规定一个情景吧，我们好像是一家人。行。好吧，现在面临一笔遗产的问题。哇。啊，你要把他杀掉。下不了手。你要自杀。真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，你这样吧啊，你把他杀掉之后要嫁祸给我。哇。好不好？太坏了吧。可以。能再快点吗？也只能这样了。哎呦，我就看一看赵伦兄继续的好吗。遗产有多少？遗产呐、啊。这个是造成这个。这个啊。对啊。这个那你说这三千。五千万好吗？还不少。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要说这个事情。好。好吧。好的。你是大哥吗？我是大哥吧，好吧。对。他是大嫂。大嫂的话就对我下手了啊。那当然，她是小妹吧，好吧。坏人丁有康恶习不改，今夜卷土重来。我却没想过我只离开家半年你就整形整到这样。你打算怎么杀掉我们两个人？我们是来卖香着的。我摘了眼镜我看不见你。爸啊。我是大哥啊。对，你累。哎，是大哥，爸这个遗产你也不能独吞嘛。说实话，嫂子跟着你这么多年，你有给她幸福过吗？她不是我太太啊。我刚才说过她不是我太太。小妹。你妹。她是你妹。不认得我。哎，你妹就是她。天哪。我却没想过我只离开家半年你就整形整到这样。但是也整得漂亮，还不错。哥，妹就交给我管好吧。她现在已经能够生活自理了，但是我觉得她需要更多的保护。那五千万我觉得4900万交给哥你管，100万交给她管，拿我管她跟你。你打算怎么杀掉我们两个人？我觉得这些都没用途的，先拿着，光吃皮蒜。对。那可不可以分我多一点？才100万。你不需要了，女孩子嘛，早晚要嫁人的，要这么多钱干嘛？爸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。爸去哪儿了？爸去存钱了。爸说。说什么？咱们没有血缘关系。我跟他其实可以。你骗人，我爸最宠我了。他也宠我。你没听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来，你爸也宠我呀。来，别着急啊，吃片儿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剥一个给我吧。吃不下。给他一个吃。谢谢。你也吃一个吧。因为家务事嘛，其实放在桌面上讲也不像谈生意。好了，不用了，你们两个都中毒了。快醒一醒吧。哥，最后一个要求。你说能不能请妹人工呼吸最后抢救。谢妹。多难惹，药量不够啊。谢谢赵伦兄。好吃。谢谢。好吃吗？他就回去了，他有他的工作。谢谢。刚才我们这个也没有什么词儿，就是即兴发挥演了一个啊。没有，我觉得这像
跟郭老哥在聊天，我觉得这是第一，就是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开心。就是说实话，我真的是你粉丝。啊、真的啊，真的是。哎呦呦呦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了出色的演技，演一个反派啊。我想问一下，当年演完这个之后，走在街上有没有比较尴尬的事情？有人指责没有？有，曾经有。真的、啊？曾经有，但是就是比方说准备拿着鸡蛋呢、啊，这在因为我比较喜欢做菜，在家里炒饭啊，就买菜、去菜市场买菜，来买菜。那买菜没鸡蛋的时候买鸡蛋，因为买鸡蛋的那个啊，就一看到的不卖。不是不卖，这准备炸、哎，所以我助理后来聪明了，他说孟哥，你不要改你的习惯，我给你准备这个防弹衣，防鸡蛋的衣，咸鸭蛋、臭鸡蛋都防，防不胜防，这是王八蛋。哎呀，那我这用来干嘛呢？没用啊，反正就是玩笑话。有没有人真的砍过？救过？没有。就是曾经有一些，比方说在红绿灯开车了，停车的也这一看的，文超伦，然后降低玻璃，因为我用这边的眼睛看到降低玻璃，干嘛呢？不是又扔鸡蛋了？不是我就穿着防弹衣啊，没有。拿防弹衣遮住啊！哦，好，没有，其实一个眼神，干嘛？啊，你说干嘛？哎呦喂！谢谢啊，送你的。熟悉的观众都知道啊，赵伦兄有三个坏人三部曲啊啊，除了《义不容情》《我本善良》之外，还有一个叫《今生无悔》，啊、跟黎明演啊对对对，你都看过没有啊？看过，啊、真都看过呀！哎呦，哎呀，老早看了，老太太都说看过、啊。这三个角色不一样的坏，对对对，你有没有分析过这三个人的趣？像刚才那个《义不容情》的坏了，也可以说就是一个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而不择手段，就是很基本型的坏。那我本善良呢，就是徘徊在正邪之间的那种坏，就是内心戏就比较多。那我觉得我本善良这戏的就是演的好像进步了一点点。那后来就是演了今生无悔的那个，就是就是一个误会，再误会加误会加误会的，就我爱赵海媚，赵海媚爱黎明，黎明爱邵美琪，邵美琪又不爱我的，这个追逐恋，那种感觉，所以在不同的坏上面，我觉得是最坏的那个已经在这里了。迄今为止演过多少个坏人了？演坏人可能是四五部左右吧。就那四五部就已经太红了。足够挡鸡蛋了，对，就坏的不行了，就啊，对，差不多。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出道这么多年，文兄演过很多特别经典的角色，但是你们可能不太了解，刚出道的时候拍戏也闹过很多笑话啊，真是。我们方便讲一下吗？有一天打个电话给我，就说那个，有一个情景剧，但当时那个情景剧挺火的，每一周只播半个小时，那你演这个女主角的男朋友、哦、哇塞，女主角男朋友还不就男主角？等一下，你当时就这么认为的？我绝对是这么认为，女一号的男朋友就是男一号，绝对就是这么，就是一根筋。结果人家说呢，明天早上7点钟来化妆，6点钟就到了。太敬业了。对，因为我妈说不能迟到，要直接得到的，那我就6点钟就到，就等半天，啊，等到扫地的阿姨也来了。哎，抬起你脚好吧，哎，然后扫那不对，那最后那化妆师来呢，化啥呢？演啥呀？女主角的男朋友，好吧，坐呗。可以了，完了，啊，这么快啊？啊，哦，原来化妆这么快，然后见到一个类似副导演的朋友，那走过来了，这哎。导演你好，导演吓他一跳，哎哎哎，导演，我这个角色是，这个性格呀，是叫什么名字啊？这是有什么内心戏？得问问戏，对对对对对，导演就拿来，自己看，真的翻了剧本翻半天，
哎，导演，是不是给漏了？好像只有一句。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这个拍的时候呢，那导演还现场把那句都删掉了。天哪，那结果我后来才知道，女主角有一场戏呢，就在一个旅行车、旅游巴士，大家同学去玩、那我就坐在女主角跟男主角的后面，那就是同学与同学之间，那镜头在前面吧，那同学与同学之间的说话有戏，主戏在前面，那说话不能有声音啊，说话不能有声音，怎么说呀？那说吧，说说。今天天气挺好的啊，还不错啊，去哪玩啊？看，哼，导演就是，对吧？叫副导演过来。然后副导演就走过来了，啊，对吧？哎，还来回看呢，别说话，别出声音啊！然后第二条要来了吧？啊，再来吧，再来，那开始，那、哎，这回没出声音，看，又是你，你怎么可能表情这么夸张？怎么会说话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导演呢？刚才不是说话不要声音吗？那不是那种没有声音，你还得带有一点这，对吗？第三条，来再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不然下车。这次我聪明了。开始。睡觉吧，从头睡到尾，那、这条过了。啊。非常深刻，你应该在车上啊给女一号推下去，然后你说这是你逼我的。有一个很八卦的事情啊、就是成名之后好像有一次那狗仔冒犯了妈妈之后，对对，闹得很不愉快，是吧？我们家是比较传统、因为老人家是眼睛不太好，有白内障，刚做完手术、因为是做那个工作的那些专业人士啊、那就是有点不太有道德，不太尊重人。对，为了那抢到某一种照片，然后可能是比方说，那我今天跟这个美女在吃饭，那就把你打了马赛克，然后就是温兆伦今天就跟谁在这约会或者怎样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公平。那到身边的朋友都已经就觉得没关系了，习惯了的，他就开始向你的家人去攻击，那就敲我们家门。那我们家就很普通的一个家庭，那一开门就闪灯，我妈就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啊，这已经就整个黑屏了，就是黑屏了，断片了，差不多。所以到时候我在片场，我一接到我妹的电话的时候，我挺生气。所以，但是在那个环境也没办法。其实有的时候艺人是弱势群体，好多人都觉得我们也是普通人，真是。只不过你觉得银幕上我们很光鲜，但实际上我们连个反驳的机会都没有。真是，他上你家里去，你还能打出去的。到我们这里，这个行业老先生说，既要卖脸朝外，你可能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，你就得承担一些东西。对，郭老师肯定会有同样的感受。比方说，咱们哪怕想看一部电影，那档期也排不了。那等到档期排了出来，人家演完了，下档了。对，对吧？对。那约朋友也不敢约，放鸽子。没办法，真的这种委屈，我去年冬天我在东北拍一个戏的时候，您看30多度，每天出门就是起码有14个小时在30多度零下的环境里面生活，哭了，哎呀，哭了，但是旁边的那些完全没发现我在哭，太冷了。
那这也抽，这抽。他说：“哎，郭老师，你伤风是吧？以为感冒了呢。”对对，因为那个角色里面我还戴着一个眼镜，那您的30多度戴眼镜，你试试看，不止，结冰了，就我恨不得有个雨刷在那。有点自己觉得我干什么？对，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想法，特别热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我疯了，我可以在家吹着空调，怎么样？还戴头套啊？为什么粘头套、粘胡子、穿上铠甲？我在野地里要如何如何？就是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也拍了古装片嘛。大家有没有看过《武林高手》上厕所？哇，讲一讲吧。有剑。有武器，对，里面还有暗器，最重要就是卫生纸，然后旁边全都是游客，对，呆弟，在拍拍，我要跟助理说，导演，我想去上个洗手间，那个，行，那你去吧，15分钟可以吗？10秒钟都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因为那就是尿完了，已经太急了。然后呢，武林高手，因为大家这个长袍大袖啊，都会飞的吧？这还得咬着一个。千万别问我话呀！别问我话，我这个掉下来了。千万不要在洗手间碰到熟人呢。哎，上厕所是吗？你明知道我上厕所，你还问我什么呀？你也上厕所是吗？对，你上完了吗？我还没解开呢。好苦哎呀！我们前年在上海拍《三笑》，唐伯虎点秋香，哎，对，于谦老师扮演华夫人，男扮女装啊，40来岁的中年妇女，粘着指甲，盘着头，穿着裙子。有时太热了，在上现场无上妆，一老太太跟这儿不敢上厕所，真的是他自己就说我都没法去，我是进男厕我是进女厕。艺人的辛苦是外界不知道的，的确是这样，但是出了好作品之后呢，也是非常开心的。这么些年温兄不光出了很多好的影视剧的作品，还唱了很多的歌。对，什么？说谎？说谎？哎，你才说谎呢啊！没有你，他说谎了。对，说谎。这有一个段子。这个在台湾打这个歌的时候呢，唱片公司呢这个砸了很多钱去打这个歌。那这个销售当年，我记得正版，正版的卖了差不多80多万张，那也非常不错，很厉害了，在当时时候也非常不错。但是我在上通告的一个车上，我听到。电台也有广播，就是温兆伦最新国语专辑已经冲破300斤，说谎。哎，假的！天哪！我这一回头，我盯人的助理，谁录的？那这接下来马上就好了，因为同公司呢，就买一个广告时段的。另外歌手我就不说了，那歌可能你听过，这是谁？最新国语专辑冲破200斤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带有疑问句啊，是一个女歌手的，那我心里平衡点。我们一会儿上网搜一下这个啊。对，歌是好歌啊，歌是好歌嘛。哎，好，我们来说一下谎吧，好吗？好，说一下。看着你慢慢的走过身旁。眼神中流露着一丝感伤，当天色越亮我泪眼盈眶，我的错你可原谅。我穿透了4年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，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谢谢。唱得好吗？好。说谎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谢谢现场的朋友们。
什么？啊？哦，一生何求啊！哦，这都是你的知音呐。流连那何忧？回头多少个秋？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惯却在手。我得到没有？没法解释得失错漏。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。一生何求？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。一生何求？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。谢谢。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听不懂粤语歌，我今天还是没听懂。但是这旋律我太熟了。我带了歌词过来。这个武器不是那个纸吗？武林高手用的。你又来了啊！谢谢啊！什么啊？来什么？没有我的事这里头。哎，郭哥好像最近出新专辑是吧？没有，最近哪出新专辑了？都是原来也没出过。你看过我们现场演出没有？相声有，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。我哪天我要请你看现场？有一次我在看你出席有一个你们的一个协会里面的，那你做一个特别来宾，说几段子，我真的笑翻天，是吧？我真的说实话，我非常非常喜欢，虽然那个是盗版盘。说谎。反正所以看完那个之后呢，我就叫我助理呢这些放到一边买正版。哪天我给你导一些我们自己内部的资料吧。谢谢。是外面没有的，而且你现在住北京很方便的。对。等不拍戏有档期的时候，对，我请你来看演出。谢谢。好吧，谢谢，请你来。下期节目中，文兆伦回归家庭，畅谈感情生活，更有火爆枪战戏为您呈现，好戏明晚继续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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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大爷来了，我都当时都不知道应该是先拉裤链还是先走，还是继续。